老实讲，你今仔来要从哪？不是要还我钱哦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为什么不是？有钱我一定还你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今仔来就当年大概拄着，你莫讲安尼，答应我久啊，几十年安尼。我就做生意哦，嘛失败啦，无钱嘛。哦，我今仔来，卖宣布破产就好了。别宣布破产，我无可能破产，学长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卖个讲，那个借钱也无多，对不对？钱尚未清，起码就无多啦。不是借钱代志，你若跟我斗啥讲？免讲闲钱，打破两杯嘛无要紧。有影。我跟你讲，哪会当闲钱哦？看家你斗三工三，拢无要紧。你出去讲，你出去讲。等下啊，有人经过这哈，你只要讲三字，好，就是安尼就好啊。很简单哦，很简单。好，就是安尼，一钱就要还我呢哦。打破安尼哦。啊，看等下安怎才来讲啦。啊！这公安的未清楚，你咧，你要讲较清楚，对不对？到底是按怎样？啊，你讲好。哎，那是多好！你伫遐咧讲这时阵，多火车要来安尼，啊，我多要广播安尼。广播就广播。哦，这多好安尼。火车来。各位旅客您好，现在在第一月台要进站的是由台北开往高雄22:30的自强号，请各位旅客赶快上车，谢谢。海风吹着小小城市，江都生活全靠勇气经历，铁子勇气尊重正义，这就是有雅的感动人心。也不打着小小城市，这就是有雅的感动人心，这就是有雅的感动人心。啊！阮查某囝来，刚才伫车啦，阿爸。班车讲，啊，你行遮尼慢呐。啊，我骑行李行较慢呐。来，我家己替。我肯定边啊嘛。来。哇！哦，拍死阿爸，太好了哈。阿爸，嘿，做新衣啦，伊就是我的男朋友。啊，做新衣啊。对。哎，等下。嗯，欧巴桑，你卖看到一个逆商的两尊是恁人仔哦，他是我的天，你卖搞我的天哪，你看掉掉啦，真的呐，我是你是讲对啊，唔对啊？你这才讲我清楚，你卖安尼半路连老爸安尼，我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咱是伫网络电管识识，而且咱已经交往两年外呢。是。天啊！你跟他刮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那安呢？那安呢？你怎么可以网交？你怎么可以抛下我去交另外一个女朋友？你劈腿？不啦，真的误会了。拜托，我的公家讲我清楚，我上网，哇，喊那些上网，结果是讲真，那人在订票，我上网去甲刮一个。啊，下班的时阵，啊，我在上网。嘛是拍一巴掌尔，我后是啥物网交，啥物是网交？我千金，你到底你是讲对还是对啦？讲个清楚，讲个清楚。
对啦对啦，是讲你那一直拢爱承认咱两个人的感情。拜托，小姐，小姐的，拜托你讲我清楚，你唔通安尼，无代无志赖乎我，对不对？你若讲我来讲，真正我有甲你卡掉，还是安怎样？你赖我，我嘛敢管，对不对？讲我清楚，讲我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负责，因为我已经有心啊。面对莫名的指控，天庭站长该如何是好呢？经典教训，阿爸传家宝即将登场。丁小弟的家会人，阿当家本来是高红的，一下嘛开了了。你讲你们两个传家宝，一个本地要给我，一个要给阿兄，现在他翻倍了，两个都要给阿兄，真的会动的啊。不，你现在意思是你需要倒三工啊？你有办法？我哪有什么办法，绝对有的。来，你加两步，你太太就知道。好、讲我清楚，讲我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负责，因为我已经有心了。拍谁家来输？你站到边啊嘞？你干嘛边啊？我的心嘞？你何以有心？你那真正要叫人给你成交，你上无嘛叫我嘛？我上无是嘛一个天鹅肉嘛？对不？要叫嘛要叫我嘛？是啊是啊，学长，不，我这样你听我讲。绝对无可能，因为我是无识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有心，我就无你隔空抓药加厉害，无可能啦、啊！学长，袂当讲哦，你人生啊缘投哦，国看怎讲哦，你嘛是哦有头有面的人，还是车站的站长呢？啊，这代志呢就破出来，你是要安怎才好？啊，你也无证明，那我别讲，你嘛在加油添醋啦！我别讲啦，无啦，到底这是真的假的？啊，就无迄个代志，你干来话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东西蛮真嘞，你一定要好好去交代啦。无啦，刚刚无代志啦，就这个，慢，我袂讲哦，那半路面连老爸。天啊，恁真正不唔对呀，恁家己想办法负责啦。安尼，唔敢担当责任哦，看吧，来去。好，出去。相相思，双人玉锁心欢喜，当真到真见。只要有情，我也有你，永远伴相随。虽然对我讲要离开，暗暗走。心怀疑，学长，你放心，这个代志我来处理，我欠你钱啊，这条我替你打。你要打啥呀？没还到啊？就欠钱要哪打啦？阿伯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你的查某囝。我看到伊，我就爱着伊啊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娶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看拢无啊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有宝宝安尼。无紧，我连你的巴肚内囡仔做伙娶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你母阿囝，放心。巴肚也唔是你的呢。无紧啊，我这个架杠的男子汉，这款小可代志我来打就好了。不要到底是这个啊，那个啦，哈。我煞分袂清楚呢，啊，拢会用的吗？哦，恁的草根真乱哦。讲我清楚，讲我清楚。既然我这个宝宝是别人的，一个会当安尼负责，安尼阿爸代表伊是一个真好的查甫。你这么是讲，这是少年家哦、喔？对。我真正牌。我一表人才啊！你讲对啊，这是有重点。
这袂歹啦，这袂歹吼。这跟我共创迄种，这我知影嘿啊。这学弟啊，学弟。这位先生，你人真正是有够好诶，真正，我真感谢你，有够受苦诶啦。你连我的囡仔拢会当护着。啊，那才拄好，啊，恁两个。等待手机啊，我赶快呢。哎呦，哦，阿玲，无啦无啦无啦。手机叫我看一下，哎，明星明星嘞。这无无，提出来提出来。哎呦，啊，这卡上面即马上流行情人对戒啊。这拄啊好尔啦。对，拄啊好，这即马上流行的啦。无无啦无。你两个。哎哎，无无，你卡差不多啦。欠我的钱用这套你给他装哦，装笑的啊！学长，你我叫伊来半路认老爸，啊，你只要讲是对就好啊！你讲啊多，哦，我搞巴结。这个是对，啊，这不是我咧明明咧落去我家来，我哪肯啊？啊，那是这个是应该爸爸爱同意才对呢。对啦，嘿啦。阿伯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本来想讲哦，你也知影我这个真正派，想讲哦，我爬出一番事业哦，事业较有发展，啊，才来向你提亲，啊，想未到。一个无说你，囡仔就变出来啊，就会有心啊。啊，有你的，已经正经有心，有心啊。啊，有你的直接甲你因爸讲着，因爸我那足开放的人，你系啊。少年家家做甘当，啊对啊。阿爸过去像这款经验偌济咧，对无？我是啊。系啦，阿爸，你卖怪义明啊，因为我就是惊你会嫌义明阁无够好呀，所以我才想这步的啦。你我少看安尼，真尔飘飘。结果是这款这么勇敢的查甫囡仔，安尼我袂当会当同意。哎呦，我咧讲啦，你卖想遐尼济啦，你啊做恁查某囝想啊，起码已经有啊呢。对对对。啊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你要互恁查某囝，那是过找找无老爸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咧讲，恁两个少年哦，阿伯做代志唔通用安尼，做是大人事情听你干那甲骗甲骗，安尼你就个生气啊！恁有啥物心内话？做一个讲给恁爸听，求伊谅解一下。梦中的情话，啊是真也是假？怎样伫找，阮犹原甘亲切。梦中甜言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予我温暖心底。只想要人心来心酸体会，予咱有一摆。